为了纪念诗人海子去世23周年，音乐诗句《走进比爱情更深邃的地方》3月26号在北京八一剧场上演。该剧以视听结合的方式在舞台上展现天才海子一生的情感经历。剧目本身既不是传统的戏剧，也不是纯粹音乐剧，导演曲艺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一个一真一幻的海子的世界。它是其实是靠音乐去诠释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在音乐的里面，在诗歌和音乐的里面。诗歌就是说 语言的尽头穷尽了之后是音乐，所以我的方式是把诗歌变成音乐，把音乐变成画面，然后这样立体的展现在舞台上。那么至于说这些景啊，这些舞美都是在音乐的里面。走进比爱情更深邃的地方，通过跨界综合的舞台艺术形式，全方面地展现了情感的孩子、生活中的孩子、精神上的孩子、平凡的孩子、天才的孩子。通过戏中主要女性的视角，还原诗人孩子最人性的一面。高高的草原上，在赤裸的高高的草原上，我相信这一切。在那高高的草原上，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长寿。我相信正有人慢慢的、艰难的爱上我。别的人不会，除非是你。我相信我俩一见钟情。雨儿，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吗？傻瓜。雨儿，吓吓我，吓吓我。啊，雨儿，雨儿，放我下来，孩子哥，瞧把你急的，都出汗了。没事，雨儿，你手怎么这么凉？我回来的前一天发烧了，我妈非让我好彻底的再走。那你还乱跑，不在宿舍等我？快把我衣服穿上。诺，我都好了，这风大，你穿上。你也知道这风大呀，快穿上，感冒发烧就怕大呀。啊，你看，快穿上。哎呀，行了，真是比我妈还啰嗦。嘿，小丫头。几天不见，学成酱嘴了是吧？看我怎么隔着。雨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先别说，让我猜一猜，难道是我推荐的在草原上发表了？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呀？我不但知道，我还给你。你先把眼睛闭上。啊？闭上。优酷娱乐播报，北京报道。祝贺优酷全娱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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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5号！3月25号！3月25日！3月25号！3月25日正式上线！无视频！无真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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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酷全娱乐。